好，我们现在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始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七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十月十八日星期二中午12:25至24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中委员孔兆等17人，主席江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六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七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共计10案，全部照列。讨论事项。10月21日，议程讨论事项编列及顺序，一党团协商通过，共计52案，同意权行使事项10月25日。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3案。二、一请愿法第四条规定者7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事项未便受理函复请愿人。三、依职权行使法65条第二项规定者25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进一步，并复制请愿人。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于上次会议记录有无异议？如果没有异议，我们就会议记录确定。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如果有委员要登记发言，请到主席台前登记。议事人员宣读完毕前，这个我们开放登记。宣读完毕后，我们就依登记顺序请委员发言，发言后再行处理。现在请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八次会议议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0月28日星期五，11月1日星期二上午9:00至下午6:00，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七次会议议事录；二、委员高志鹏等拟具《全民健康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委员李彦秀等拟具《公司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四、委员曾明忠等拟具《银行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五、委员曾明忠等拟具《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本案撤回。六、委员蒋万安等拟具《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七、委员钟孔兆等拟具《就业服务法》，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八、委员陈廷飞等拟具《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九、委员蒋乃馨等拟具《中央研究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10至11，委员蔡宜瑜等拟具《公务人员退休法》、《刑事诉讼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2、委员林维洲、13、委员王玉明等分别拟具《住宅法》，均交内政委员会审查。14、委员江永昌等拟具《洗钱防治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5至16，委员段宜康等拟具《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国民体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17、委员高志鹏等拟具《农会法》，本案撤回。18、委员卢秀燕等拟具《公共场所母乳哺育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9至20，委员苏巧慧等拟具《中央政府特种基金管理条例》草案，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偏远地区教育条例草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21、委员林立婵等拟具《就业服务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22、委员陈一鸣拟撤回前提之《医疗纠纷处理及医疗事故补偿法》草案，拟同意撤回。23至26，行政院函请审议《科学技术基本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助产人员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森林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电信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27至76，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经济部、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卫生福利部、科教委员会、交通部、国防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劳动部、文化部、科技部、司法院、原住民主委员会、教育部、行政院、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平交易委员会、蒙藏委员会、中央银行、财政部、台湾省咨议会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77、经济委员会函为财团法人决算书案与审议期限请查照案。78至89，经济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函为行政命令与审查期限请查照案。90至97，行政院函送委员提案延处情形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一、委员段宜康等拟具《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2至4，委员蔡宜瑜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劳工保险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渔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五、委员刘建国等拟具《性别工作平等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6至8，委员陈廷飞等拟具《科学技术基本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农业保险法》草案，交经济科财政两委员会审查；《自动安全管理法》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9、委员尤美女等拟具《正当法》草案，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10至12，行政院函请审议《电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13、文化部函为预算冻结，请安排报告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
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疑似委员林立婵等拟具就业服务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5-16，委员赖世宝等拟具保险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法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7，委员王惠美等拟具电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18，委员廖国栋等拟具《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两委员会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19-20《民法》《家事事件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以本院文咨询部分宣读完毕。好，我们并没有委员登记发言了，跟委员会报告。报告事项第5案及第17案，因为提案委员来函撤回，我们就做以下决定，同意撤回。好，我们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通过，请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讨论事项一。劳动基准法第36条条文修正案2-6院会通过。7，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修正案8-13院会通过。14，农会法修正案15-16院会通过。17，废弃物清理法修正案18-24院会通过。25-28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等4案。29，运动彩券发行条例修正案30，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条例修正案31，劳动基准法修正案32，劳工退休金条例修正案33，工会法修正案34，邮政患者健康照护服务条例修正案35，入出国籍移民法修正案36，农业发展条例修正案37，动物保护法修正案38，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修正案39，国民年金法修正案40，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案11，电业法草案42，公路法修正案43，法官法修正案44，刑事案件确定后去氧核糖核酸鉴定条例草案15，立法院组织法修正案46，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修正案17，立法院议事规则修正案48，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修正案49，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组织规程修正案50，立法院咨询行使法修正案51，难民法草案52，国眷岛旧眷村改建条例修正案。宣读完毕。好，现在有两位登记发言，我们就照登记的顺序，第一位请郭正亮委员发言，时间2分钟，谢谢。对，发言台，谢谢。好了，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八次会讨论事项，建请列表列案顺序如下表啊，顺序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我们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第一案至第14案，由第一案邮政患者健康照护服务条例修正案、工会法修正案、劳动基准法修正案、劳工退休金条例修正案、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修正案、入出国及移民法修正案、刑事案件确定后去氧核糖核酸鉴定条例草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共4案、运动彩券发行条例修正案、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条例修正案、农业发展条例修正案。第15案至第29案，动物保护法修正案、国民年金法修正案、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案、电业法修正案、公路法修正案、法官法修正案、立法院组织法修正案、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修正案、立法院议事规则修正案、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修正案、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组织规程修正案、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案、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修正案、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修正案、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第二位请曾明忠委员发言，时间2分钟，谢谢。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八次院会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如下，并列为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6案，其余讨论事项依序排列。详细项目请议事人代为宣读，谢谢。好，我们请议事人代为宣读，谢谢。第
第一案住宅法修正案，第二案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第三案国籍法修正案，第四案反族群歧视法草案，第五案集会游行法修正案，第六案野生动物保育法修正案。宣读完毕。好，这个两个委员的提案都已经宣读了，那么我们现在休息协商好了，因为这两个提案是完全没有重叠。
好，我们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哦，依郭正亮委员所提议案顺序，那曾明忠委员提议的住宅法修正草案列为第27案。好，我们就这样。第一案吗？什么东西？第二十七。第二十七啊，对啊。咱找到共不是安尼吗？对吧？好了，卖安尼讲了，你安尼搞看，我会惊啦。好，好。好，各位同仁，这样子，我们照这样子处理，好不好？好，我们就修正通过。好，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依请愿法第四条之规定，系属应提起诉讼者一案；二，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负者，共22案，宣读完毕。好，请问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通过。请问有无临时提案？没有临时，有临时动议，没有临时动议，谢谢各位，散会。谢谢。